在抓狂停电的晚上，你在身旁为我点亮一束光，心跳加速缺氧，眼神的碰撞，你的呼吸贴近我脸庞，有你热肠快乐不打烊，无聊笑话给晚餐多加分糖，比漫画还要更漫画的日常，欢喜悲伤不可生活的模样，下雨天因为你变得很特别，路边捡来的小可怜，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出现，忘记我转圈圈，下雨天因为你让我好想念，属于回忆的某一片，走在一盏盏亮起的大街，温暖整个世界，你确定没有在大堂见他？我们找了几天，发现一对可疑男女，跟踪几天发现他们不是。老板，伦哥不是把他们烧死了吗？你还担心什么呀？死不见尸，我心里不踏实。20多年了，我太了解人类了，阴险、狡猾，像海里的鱼一样滑溜溜的。如果他们还活着，想抓是抓不住的，砸点诱饵，你才会上钩。不是吗？好的，老板，我多派几人再去找。爸，在看什么呢？这脑子还清醒。翻翻旧照片儿，捋捋过去的事情。爸，看来二哥还是在你的心里占的分量会重一些。胡说八道！你们三都是我亲生的，在我心里的分量是一样重的。本来有些事儿是打算先告诉你的。您现在还是先好好休息吧，我去给您拿药。他的后事我已经处理好了，怕您受到刺激，所以一直没敢告诉您。您千万不要怪我。医生，医生，快过来！我爸晕倒了。很抱歉各位，我爸还在 ICU 急救，我没有心情接受采访，但是请大家放心，林氏集团的一切业务都会照常进行，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，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我爸的身体安危，希望我爸能够顺利度过危险期。可是最近网上有传闻说林氏集团的财务出了些问题，这你要怎么解释？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，
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，这事儿跟六位有直接关系。您的意思是林氏集团的确出现了资产转移的情况，还是死去的林月做的？死者为大，即便我二哥做了一些错事，我林氏再次恳求大家不要再提了。谢谢各位。这次采访必须网台、纸媒、新媒体全平台发布。知道了，盛总，我马上去办。谢谢各位。这个林盛真的是太无耻了，利用你跟你爸的父子关系，还给你泼脏水。他是不是真以为我们死了，没人撕烂他的嘴啊？但是我们确实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在说谎，还有我爸现在这个情况，我担心林盛会做出什么更过分的事情。但是这显然就是他设计的，如果我们现在贸然出现的话，不就中了他的圈套了吗？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去一趟，我要去看看我爸的情况。如果他把我爸也控制的话，情况肯定比现在更糟糕。那好，我陪你一起回去。你在这待着，我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之后回来找你。我们不是说过做什么都要一起的吗？我陪你吧。好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保护你的。是我保护你才对。辛苦了，刚才一直在说梦话。我说什么？你应该是太担心叔叔了。叔叔现在拥有最好的医疗条件，一定可以康复的。心儿，我好害怕呀。我做了一个梦。梦里面发生了好多好多事情，我真的害怕那些梦都会变成真的。在那个梦里面，我记得我不管怎么去等你，但是你都不来。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，你却来了，但是你站在我面前跟我说：“林珊，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你呢？”傻瓜。心儿，我好害怕，我真的好害怕，我真的好害怕你会离开我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从此以后你不再是一个人了。我们终于见面了，怎么样？我找这电影院可以比，特别的好，爱你哦。不是小林总，你们家就真是刀山火海啊，这七兄弟真往死里整。他这个人做事太绝了，
但基于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，所以非常的被动。回来的目的，一是担心我爸的安危，二是收集证据。我只有收集够了证据，才能跟他正面对质。怎么收集证据啊？你现在公司也进不去，家也回不去的。这就需要你们两个柯南迷了。我们俩？没错。我身边的人都被林胜紧密的跟踪了，你们俩平时跟我接触的比较少，所以不会引起怀疑。明白。零度嫌疑里，想当年还是你假扮我男朋友躲过一劫，侠女报恩时间到了。哎，不重要，现在有原装了。不是让你当侠女，是当侦探。侦探寻医舍五，我俩齐手，抽丝剥茧发现真相，想想就令人很激动啊。啊，来瓶微醺，呀，乐居乌龙。他俩靠谱吗？十分靠谱。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呀？林胜和杨红现在利益深度捆绑，我们很难发现他们的漏洞。首先得让他们之间产生嫌隙，一来我能收集证据，二来我能进入林氏集团内部来查林胜的账。他现在那么想掌握更多的股权，肯定会找杨红借力。想让杨红出钱，肯定会把顾馨儿的婚事提上日程，进行商业联姻。那我们要怎么知道他们的进展？放心，我还有个隐形筹码。盛总，怎么是你啊？方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家酒吧我常来的。盛总，恭喜你啊，现在可是林氏集团的当家人了。话说得太早，现在还没有正式就任。哎呀，林氏集团早晚都是你的嘛，一直承您的照顾。小雪在这儿敬你一杯。我们合作一直很愉快，不用这么客气。盛总，我的合约快到期了，咱们还要不要续约啊？当然，只要你有这个意愿，随时都能续约。太好了，盛总，那我们可得好好聊聊续约的事儿了。对不起，我有点事儿。续约的事儿之后再说。是要提防这小子，没想到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这就是你给我的好消息吗？眼见不一定为实，我会当面跟你解释。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。保护之名，把你们家老爷的囚禁在这儿，他心也是真够狠。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林胜连爸爸都不放过。林胜现在已经丧心病狂了。
不过你放心，这么多双眼睛都盯着呢，他现在还是有所顾虑的。我和艾丽一定寸步不离的守着。悠悠跟赵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一切按计划进行。这是我改装过的微型录音笔，可以防监测。悠悠、赵丽，你把它放到杨红的包里。好嘞。您好，女士，诚邀您参与本年活动。对不起，我赶时间。杨女士是吧？哎呀，尊贵的杨女士，感谢您对小店一直以来的支持，今天特地为您推出了会员优惠。你怎么知道我姓杨啊？杨红是一个特别虚伪的人，只要你一旦吹捧他，他就会放松警惕。有幸服务过您一次两次，对您的气质那是过目难忘。更何况您还是本店的 VVVVIP 的 Top 3。那行吧，你给我介绍一下，现在有什么活动？哎，好。以林胜的性格，与杨红见面肯定要做多番的检查。那我们的录音笔不就会被发现了？以我对杨红的了解，他是个非常自负的人，应该是不会乖乖接受检查的。干什么？杨总，麻烦您配合我们的工作。戒备森严呢。这到底是你心里有鬼，还是怕我对你怎么样啊？没有。最后把录音笔拿回来，别让他起疑，以免打草惊蛇。OK。每天下午三点，杨红都会去林茂餐厅喝下午茶，我觉得是个好事情。你好，女士。啊，来杯拿铁，再来个草莓蛋糕。好。你的眼光可真是太好了，这可是我。都洗不干净啊！杨阿姨，现在这个时候被他人利用挑拨离间，岂不是正中他人下怀？那也要给人提供机会，让人有机可乘呢。杨阿姨，您会相信这些机会照片吗？要不是我拦下这些照片，现在大街小巷全是这些新闻，你让我们心儿怎么想？我有我的底线，我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心儿的事儿，相信我，妈。哼，我可受不起这样称呼，有一次必有第二次，我拦得了一次，拦不了一辈子。人的耐心是有限度的，希望你今后不要再犯这样的低级错误。您放心，从始至终我心里面只有心儿一个人。我们的目标快要达成了，只要您再助我一臂之力，成就我，也就是成就心儿，成就顾氏集团。之前倒没有发现啊，什么话到你嘴里都变得冠冕堂皇的。既然我们已经联手了，那还分什么彼此呢？妈，我是您的女婿，也就是您半个儿子。我会对心儿好，也会把安生当做亲哥哥一样对待，这叫两全其美啊。话倒是说得好听，你那个资产转移是非法的。我要是冒了风险让你做最大的股东，你会不会兑现你的承诺，把承诺的股份划入我的名下？我明白您希望我怎么做。签一份正式的股权转让书。怎么了？不愿意啊？当然愿意。现在您可以相信我了吧？
安心和林月那边，你处理的怎么样？您放心，他们两个人啊，已经成了孤魂野鬼了。这么肯定？我爸进了 ICU 都没有把他逼出来，我太了解他了，这就是他的思绪。只要他还活着，他爬也会爬到医院看我爸，除非他死了。那就好。之前这个丫头说有了新的证据，我真怕对心儿不利。只要她彻底消失，咱们心儿以前的事情就不会被发现了。那个雨果真的是倒霉，本来是那个死丫头的 up 策略，她合适，又是药物过敏，考得费了一只手。没事，都过去了。也算是能给雨果一个答复。哥，静儿，先看看这个是什么。你怎么会突然买这个？这不是你最喜欢吃的东西吗？老是怪哥偏心，说只记得安心喜欢吃什么。我还不了解你吗？你根本就不喜欢吃那家糕点，你就是喜欢跟安心置气。你最喜欢吃的核桃千层酥。那你怎么不知道早点给我买啊？希望现在买也不晚嘛。谢谢哥哥。啊，希儿。哥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，总也想不清楚。你觉得是活在真相里更重要，还是活得幸福更重要？活在幸福里更重要。现在只要拿到杨红跟林胜签的那份协议，再加上录音，就能够证明他们才是转移资产的那一个，而不是你，就可以还你清白了。的确是这样，但是现在留给咱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按照我哥说的办吗？他肯帮我们，我还挺意外的。你对他成见不要这么大嘛，他这个人是这样的，只要说了帮，就会竭尽全力帮的，你放心吧。哦，你对他评价还挺高的嘛。这有什么好吃醋的？我是羡慕他能给你带来这么大的信赖，每次想到他的时候，你都满嘴的自豪。不是的，我对你的崇拜跟信任在这里装得满满的，谁也给不了。我们把电影看完吧。未来有多远，转头就看见，还没分辨一开始想念，让我爱你，让我现实的意思，就像我的心情一样。你为我穿上婚纱的这一幕，不知道在我的梦里出现过多少次。如今他出现在我眼前，我却不敢相信他是真的。让我爱你，让我拥
小山，这一切都是真的，以后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真的。我本来以为我永远都等不到这一天，谢谢你心儿，谢谢你实现我的梦，那个我做了太久的梦。我知道人生没有办法重来，但是浪费掉的时间就让它过去，以后我们好好重新开始好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给你最美好的婚礼，给你最可靠的幸福。爸，爸，好了没有啊？哎呀，来了来了。哎呀，这离订婚仪式还有一段时间，干嘛那么早去啊？毕竟是个大场合嘛，早点去免得出差池。爸真精神，胸针都戴上了。毕竟是安心的订婚仪式，必须要有仪式感。是心儿，心儿。哎呀，你怎么老糊涂了你啊？要不爸妈先去车上等，然后我去看看心儿好了没有。啊，行，走吧。慢点。问一下心儿，怎么好好的又掉头回去了呢？大概什么东西忘了吧，这丢三落四。就找他一起吧。这个要怎么看？我现在用控制台重建人脸 ID 库。我去把风。洗手间。东西拿好了，
拿好了吗？去个洗手间。啊，有什么事吗，先？放心吧，哥，没事的。老顾啊，恭喜令千金订婚呐、啊！订婚？谁订婚呐、啊？哎，老顾啊，你可真会开玩笑啊！老姜啊，哎，谢谢你来捧场啊！今天人多，照顾不周。哎呀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恭喜恭喜啊，恭喜！谢谢。嗯，我去看看别的朋友。啊，好。怎么了，云超？今天是安心订婚吗？是心儿。心儿。嗯，那您是哪位呀？是有东西吧，就别喝了。我相信在各位的支持下，我们林氏集团一定会越来越好。一定会。你收走，我先过去看一下，好吧？哎。陈弟，来，你大哥聊会儿。大哥，我正忙着呢，有什么事我们之后再说。啊。那喝一杯，大哥既然有这个兴致的话，你也喝一杯。大哥，我们之后再聊，宴会马上开始了，我先准备准备。哎，麻烦那个位置，对，应该是可以是没有问题。你哪来的姑爷？你会喝水吗？谁扫的鬼啊？不是你干什么呢？这么毛手毛脚的，长这么漂亮，智商换了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电脑里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吧？这里面都是一会儿要播放的视频。啊，这好在是林总，让我拿了一份备份过来。啊，忙你的去吧，下次小心点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下午来我办公室啊，我跟你说了说了。好嘞。大致就是这样，那顾小姐，我们先出去了，谢谢。我们家杏儿今天真美。哥，谢谢哥。哥还有几件事情想跟你说一下。我看见林月和安心了。这里也是你家，你知道后门在哪儿的？你是怎么想的？他们没事，我当然放心了。可是我之前想的是，这个订婚结束以后，一切事情都会变得简单，林月和安心也会一起来祝福我们。他们杏儿准备好了吗？快开始了。都好了。哥，我相信你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会站在我身边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我们在说，如果以后你敢欺负我的话，我哥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哥，放心把心爱交给我吧。
我们先走吧。走了，哥。谢谢各位能够参加我跟星儿的订婚仪式，共同见证我们的幸福。星儿对于我来说就像天上的月亮，美好皎洁。为了能够走近她，我准备了很多很多年。现在我终于站在她的身边，并且牵着他的手，陪他一起笑，一起哭，一起变老。一想到这，我觉得我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幸福，而我也一定会带给他幸福。星儿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来到我身边。是什么？是非法的，我要是弄了婚鞋，让你做做饭的工作，你会不会兑现你的承诺，把承诺的股份划入婚下？我明白了，您希望我怎么做？签一份正式的股权转让书。怎么了？让一下，你呀，顾夫人，请问应聘都是您的承诺吗？回忆一下，真没想到这个顾夫人竟然是这种人。是啊，那小林董事长更看不出来了。安心和明月那边也出了事啊！您放心，他们两个已经成了孤魂野鬼了。李小军，把电源关掉！关掉！无法进来，所以我都没有把他引出来，除非他死了。夏儿，我去跟你解释。我去跟你解释。我不知道你说的哪句话是真的，哪句话是假的，哪个才是真的你？我对你是真心的。夫人，夫人，这句话我本来是相信的。你知道那段录音后半段有什么？如果你真的爱心儿，就得立刻让他跟我马上走。没事了，心儿，我们走吧。心儿，我回去给你解释好吗？既然你听我说，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。是啊，对啊，明天睡觉吧，明天睡觉吧，明天睡觉吧，
之前这个丫头稍有了新的证据，我真怕对心儿不利。只要她彻底消失，咱们心儿以前的事情就不会被发现了。这个雨果真的是倒霉，本来是那个死丫头的阿不错，她合适。就是再睡不着，这个药也不能瞎吃的，一次两次还行，多了会形成药物依赖。放心，妈妈，我是帮我同学要的，他最近排练演出有点辛苦，所以失眠睡不着。哦，对了，星儿，你们那个话剧节什么时候演出啊？我的宝贝女儿一定是个大主角。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我竟然是顾安欣的替补。我知道今天我才知道，原来我才是那个凶手。现在好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你满意了吧？星儿，冷静点，我们现在先离开这儿。啊！请问陆毅是真的吗？这件事情是真的吗？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呀？你真的是为了自己的女儿害的顾安欣吗？能不能说明一下杨女士？说明一下，快来说明一下杨女士。爸，元成，爸，你怎么了？元成，快送你爸爸去医院，我求你了。儿子，儿子，来人，你们两个去拦记者，你们两个送爸去医院。别怕了，别怕了，爸，快是伪造的，都是胡说八道。到现在这个时候，你还要撒谎吗？林月总，真的是林月总，还活着，还活着。太好了，这下子。是啊，恭喜了，救了。什么情况？他没有他儿子太阳了。相遇那天说起，淋湿一段回忆的痕迹，缘分离弃，念念不忘的过去有了回忆。